在阿贾克斯及埃弗顿的中国小球员们第三次淘汰测试赛即将展开。根据规则，在本轮测试赛中，将有两大俱乐部的明星球员与两位领队组成明星测试赛，而其中最大的看点便是领队及明星球员都需要亲自上阵，与小球员们配合。这样的安排对于小球员是喜忧参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埃弗顿的受伤球员李进庆突然提出特殊的要求，他的要求会影响淘汰测试赛吗？足球梦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小球员们在观看阿贾克斯一线球员的平日训练，亲身体验到身为一名职业球员在场上应有的精神及素养之后，小球员们都拿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在教练还没有来到训练场的时候，他们已经自觉地开始热身训练了。因为今天对于在阿贾克斯受训的中国小球员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球星阿隆温特和领队谢辉都来到了球员训练场。稍后中国小球员们的第三次淘汰测试赛即将展开。根据规则，在本轮测试赛中将由谢辉与阿隆温特分别挑选球员组成两支球队进行比赛，而其中最大的看点便是谢辉与温特都需要亲自上阵，与小球员们配合。很快两位球星就把自己的队友挑选出来，谢辉领衔的队伍身着红色比赛服，阿隆温特则是蓝色比赛服。由于小球员中唯一的一名门将刘凯旋被分到了蓝队，因此谢辉特意将外教瓦特尔找来为本队守门。一二三，比赛马上开始。1 2 3，与此同时，与荷兰的队友们一样，埃弗顿的中国小球员们在本轮测试赛中也将迎来明星对抗赛。与阿贾克斯俱乐部不同的是，这次是由两名埃弗顿的教练分别带队进行对抗。一位是前埃弗顿著名球星邓肯·福格森，他是目前埃弗顿 U18 青年队教练；另一位则是 U21 青年队教练艾伦。邓肯·福格森出身于苏格兰的著名球星，是传统英式大中锋的代表人物，拥有出色的脚下技术及做球能力，是球场上后卫都不愿面对的对手。艾伦·斯科特，埃弗顿 U21 青年队教练，是负责向一队输送人才的伯乐，埃弗顿青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两位教练此次是专门受埃弗顿俱乐部邀请，前来为此次足球梦活动助阵。其中球员时代的邓肯·福格森有着令人生畏的空中打击能力，他将挑选怎样的球员作为自己的队员呢？比赛马上开始，这时一直静静地在边上练球并未参加任何训练的李进庆突然提出特殊的要求。这段时间就是受伤了嘛，然后在场下看着队友们在训练比赛，然后自己上不了，自己心里也挺不好受的。李进庆的主动要求离开并未影响原本安排的明星测试淘汰赛，比赛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很快两位球星就把自己的队友挑选出来，其中艾伦领衔的队伍身着黄色比赛服，他还把领队高雷雷临时拉来当做本队的门将，而邓肯·福格森的球队则是蓝色比赛服。赛前两位球星都详细安排了本场比赛的战术打法。球员时代的高雷雷技术出色，速度极快，是一名优秀的中前场攻击手，今天他却要担任门将。他和大中锋邓肯·福格森之间的对决将极有看点，比赛马上开始。
比赛一开始，两支队伍便很快地进入了状态。蓝队的球员主打地面配合，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邓肯·福克森的球队则充分展现了英式足球的刚猛直接，不断通过长传将球输送到邓肯·福克森的头顶，充分发挥其制空能力强的优势，为后点包抄接应的球员做球。没过多久，艾伦领先的黄队便取得了进球。看得出来，小球员们打出了外教们所期待的内容，整体阵型衔接得比较合理，也打出了像模像样的团队配合。看得出来，两位球星完全进入了角色。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与小球员们一道分析着比赛的进程，仿佛这就是一场职业足球联赛一般认真。中场，我们只是这个 field 的 captain。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依然斗得难解难分，控球权不断转换，进球也如梅花建筑一般不断出现。在阿贾克斯的训练场上，明星对抗赛已经展开。比赛一开始，两支队伍便很快地进入了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我们不难看出小球员们的战术素养和配合能力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在场上也不再是一盘散沙，整体阵型的移动和保持已经初现雏形。球员时代的谢辉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前锋，而阿隆温特则是中场大将，两名前球员之间的对决已让这场淘汰赛看点十足。很快，谢辉所领衔的红队便以3-1的比分取得了领先。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谢辉的射手感觉仍未退化，他为球队攻入了2粒入球。中场休息的时候，两位球星并没有因为这是一场少年队比赛而有所怠慢，而是与小球员们一道分析着比赛的进程。一个，我们中间的两个，那个章鱼一样，章鱼你知道吗？好，开。下半场比赛，蓝队在温特的调教下进攻有所改观，而红队则依然保持了上半场的状态。很快，两队便各入一球，红蓝两队比分变成了4-2。阿贾克斯及埃弗顿两大俱乐部的外教们，为了更加了解中国小球员的能力，在第三次淘汰对抗赛中采取了明星球员的加入，近距离考核这段时日小球员的进步空间。谁能够获得教练的认可与欣赏？谁的梦想又将要提前终结？教练们将会用怎样的手段公布淘汰名单？明天同一时间，足球梦将继续为您讲述。明星对抗赛已经结束，两个俱乐部的小球员们喜忧参半。喜的是能与阿隆温特、邓肯·福格森一起同场踢球，忧的是第三次淘汰即将展开。外教们对自己的表现是否满意，是否又有同伴会离开球场，敬请期待。海康人寿，足球梦官方保险合作伙伴。